接下来我们来玩简报47页。哎，老师有没有注意过高铁的那个到站声音有改过？你都不会注意。因为我常常要搭，所以我有注意到这件事情。你看哦，它以前的跟现在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有上新闻啊。好，除了说它的票有改变之外，事实上这个我们看，本列车即将抵达，不过现在到站前车厢以前是这个声音，后来改了。后来改成什么声音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那提示音不一样了。本列车即将抵达。台湾高铁跟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。龙祖的歌谣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直接开到花莲去了。你看，他刚刚播完音乐，有没有一个人声，讲说我们现在即将抵达哪里？所以。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，你看这里有一个范例，有没有？好，你打开之后，我在这边，我都玩更加不一样的。李佳，你看绿色怪兽说有没有语音朗读？那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这次要开到哪里？开到大甲，高铁可以来大甲站好吗？大哎，好，看一下。好，来大，真的不让我大甲站，不让我来大甲，很好，还好我会语音输入。来执行。好，那这里我有三颗按钮，就是搭配它板子上有没有 A B 跟 A 加 B， 那我按 A 一下。这是哪里的？对呀、啊，丢啊丢啊！喜欢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很多这种声音？有哈，最近他要改的啦，对不对？几年的哈，然后 B， 那现在被调高音，还是另外一个，我后面懒得用了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本列车即将抵达站，请下车的旅客记得您的行李。大甲大那无点出来，我刚好抵达大甲站，也大比较没听到。这样有没有感觉？所以其实像这个就可以把生活里面你听到的一些很多的这种声音，其实就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刚刚这个有没有演奏，是不是这个可以叫出来？好，那你看它后面这个音符是不是就可以用？那你说如果我不太知道哪一首歌它的那个音符是什么，我就有准备。您看往下走这里，啊，这里也有了哈，50页这里。如果老师要有救护车的，看你们懂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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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懂什么懂懂懂？各位老师，那个救护车不同厂牌的，耶，嗡咪嗡咪有没有不一样？你拢哪样无敢注意听？下次你注意看看，真的不一样。校园钟声有没有？也有很多版本啊。所以老师，我都提供给你哦。如果你觉得这里不够的，麻烦你到这里有一个网站啊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像什么人人钢琴网，这是对岸的啦哈、哦。但是它有繁体中文，比如说龙猫有没有？像这里。哆来咪发嗦咪哆嗦发瑞，对不对？好像这样是不是就有了？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下啊，或者像这一首，最近比较少人唱这个嘛，小幸运啊，是不是都可以找到？好，当然老师如果你要看五线谱的，你就可以看五线谱。我个人是因为我是学口琴啊，所以我是就是那个都是看简谱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。平常这种事情不是每天会发生的，我有带来的。真的啦，真的哈、哦，这个小口琴、啊，因为我们口琴就是吹西吹西嘛、哦，所以这样四格就是八个音，对不对？嘿呀嘿呀，但是这个我麦克风要拿旁边，因为我每次上这种课如果录音会被消音呢，
因为那个麦克风会自动过滤掉。对啊，有没有？所以很好玩啊。对对，以前我们就是用这个来赚社费的。很好玩啊，哦，就是像这样小小的，欸，其实是可以随身携带。好，那这样各位有没有清楚了？哦，所以你可以试看看自己如果有想到什么歌，欸，你可以自己搭配这个。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这个一样，欸，我倒数完了就播这个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嘛，哦，就看你怎么玩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先让大家打开我们的简报四七页，先稍微试看看。